韩国女团 BLACKPINK 泰国籍成员 LISA 日前宣布将于28日至30日出演世界第一裸秀之称的疯马秀后，就引起外界抨击。她24日已到巴黎做准备，面对 LISA 疯马秀表演倒数，许多网友依旧无法接受。在韩国论坛上有篇以 BLACKPINK LISA 参加巴黎成人秀为题的发文，在贴出后仅仅几小时时间就吸引上千名网友前往讨论。发文者表明，虽然疯马秀是巴黎具有悠久传统的表演，但本质上就是将女性物化脱到一丝不挂的成人秀，并且在发文中晒出多张过去疯马秀十九禁海报照。另外发文者还转发网上疯传 LISA 火辣热舞的影片，指出这就是预演。不过讨论中也有网友跳出来澄清，表示该影片是 BLACKPINK 之前为了世巡演唱会宣传所拍，而在世巡会结束后 LISA 才将其发到自己的 IG 上，因此该热舞影片并非是疯马秀的彩排。讨论留言不断，同时炮火还延烧到 Jennie， 以 Jennie 在美剧《偶像漩涡》中的大尺度舞蹈为例，直呛想成为第二个 Jennie。 另外也有人担心全球拥有高人气的 BLACKPINK 成员陆续将衣服脱掉，会毁掉现有的 K-POP 形象。面对网友正反两极的评价， LISA 于当地时间27日深夜透露自己的心境，而时间点正是疯马秀正式上场的前一天。他在贴文中开心写道，迫不及待的这一刻终于到来，很快就会见面了。另外还晒出多张在观众席的私服美照，照片中可见他身穿开叉白色背心，露出纤细小蛮腰，黑色内搭也若隐若现，性感指数破表。贴文曝光短短几小时，火速飙破百万按赞数，高人气程度不容小觑。